亲戚他们真的是不要脸，偷东西还理直气壮，芝麻肉丝钱那种水晶，我妈说你买给你，你包钱啊，我花钱，不得了，真的就在他包包里面。为了免费的派对，捡垃圾套头。Hey yo, stop box man! 11点热炒店。